泡沫警察，谢谢你。这啥东西啊？就是一种藤科的植物，它蕨菜，这个是对吧？但是它因为它长得太大了，这么好大，下面一个小河。那它小的时候就是那样子的了，它小的时候是那样子的，蕨菜长得很大了。摩基过来，你带零食的？我从我包里掏出来的。嗯，走，反正如果埋在这上面就很舒服了，视野非常好，可以看海的。上一次在这边买了个油漆，啊，颜色不对，木漆是没有颜色的，我会换掉，换新的油漆。红的颜色的漆，这需要对一对的这个。不是对一对，嗯，它是那个先刷，哦，一个是光漆，一个是色漆，然后先刷完色漆，然后再上光漆。我们选择是哑光色，就是那个光色我不想要太亮，很刺眼。我想到我今天驾驶证的照片，我心都凉了。两个人睡得有点久，不会，我们人可以，啊，睡过就行。床上是高一点的，整个这样舒服一点嘛。对啊。然后抽屉呢，从这边抽出来，然后整排抽屉呢，你书包要坐的，就是我是坐的抽屉，你有这么厚嘛？然后上面呢，就是你要放在厨房上面，然后下面呢还有格子。
用加强的那个轨道拉出来，嗯，啊，本来就是这样设计，你它是这一寸排柜子，那一米二我跟你说很挤啊，是啊，啊一米二挤，而且你脚都放不下来，对啊，其实柜子可以做小一点，床就可以大一点，对，其实睡觉是很重要的啦，其实我们人的一生，其实说实话，五分之二是在睡觉的啊，你这床不睡都不舒服，因为你这个床它可以买。好脏好脏。